This is second night, the second night. The second time in the past two or three days that I found the toilet color is kind of over yellow, and I suspect somebody got into my home, peeping into it when I was in Seaside. Tonight, early in the morning, when I went out, I was out early in the morning since late night, since the darkness. On March 9th, I went to a pizza place, Santino's Pizza, then went to the Seaside. And I got home not quite a long time ago, early in the morning on March 10th, 2019, Sunday morning. And yesterday, when I went to Seaside and came back, I found the condition of the toilet is about the same. And the actual color, you see the image that is being recorded, the actual color of the image that is being recorded is kind of white on the white side. I mean, the color, white color of the white object around is whiter in the image than the actual color in reality. So, and so roughly, it still can show the condition of the toilet, but the actual color is darker. It's like a dark greenish, more on the green, dark and greenish side of the liquid in the toilet, and the edge over the liquid edge is darker. The black black dirty part there is even darker in the real color here. So, 说这个颜色哈, 颜色实际上的颜色要比这个录下的颜色要暗一点, 这录下的所有的白色物体的颜色, 白色的东西, 这个颜色录下来的颜色要更白一些, 所以这个液体呢要更偏暗一些, 偏绿, 偏暗一些, 然后那个脏的边缘, 黑的边缘, 要更黑一些, 比实际要脏要黑一些, 要比这个录下的 image 影像要脏一些，黑一些。就第二次，我在那个第二天，那昨天前天，昨天还是前天，反正我是星期六晚上，星期五晚上，星期六凌晨去了一次海边，回来以后看到卫生间是这个样子，大概是这个样子。我说大概是这个样子，因为这个录下的影像 跟这个实际的效果不一样，实际的情况不一样，不太一样。那当时我就想到，有可能有人进来。上一次发生的时候，就上一天晚上的时候，昨天晚上的时候，午夜的时候，那个大概午夜以后回到家里，我发现这个地方有点，就像是有人进来小便过。今天又是一次，所以我把它录下来这个情况。以前这种情况没录。 卫生间的厕所被人侵入或者小便以后，我都没有录。这种情况在那个 8 Mile Creek Road 那个地方发生过，这里发生过好多次那个 trailer 那个地方，这里也发生过。就是大概是第一次我把它录下来，谈到这个问题。然后我出去以后，有可能有人进来，故意撒尿在里面。除了他破坏我家里东西，乱放东西，乱摊东西。 把垃圾到处乱撒乱放以外，然后 home invader 另外做的一个事情就是，把我的卫生间弄脏了，抹脏，把我的这个浴缸帘呢给它弄撕破呀，弄脏了抹脏了这种，把我的东西动啊，什么瓶子开了呀什么的，放些旧的瓶子空瓶子进来，这种发生好多次，牙膏皮反正把垃圾。 空瓶子、垃圾、空瓶子、其他空瓶子，放进来，用这样的空瓶子放回到我家里，扔出去的东西放回我家里，扔去的这个洗洁精之类的，洗澡巾、洗发巾之类的这个空瓶子把它放回来，放到我卫生间里，然后把卫生间东西乱动啊，放些废纸在那里，很多接送，那是接送 in my home at unit A。
1615A Creighton Road, Unit A in Pensacola, Florida, 32504. 好多东西，塑料袋啊，这扔掉的塑料袋他又给我放回来，纸张给我放回来，卫生纸乱放，扔掉的给我放回来，弄得我弄不清楚是扔掉了没有了，搞不清楚。厕所给我抹脏，卫生间那个浴缸周围给我抹脏，浴缸帘给我抹脏，撕烂抹脏，他们做的事情，后面没准做的事情，这个小便都是发生过的好多次，我没录。那第一次谈到这个问题，他们又在这大便，那大便当然很明显，我从来过去两三年就没有能在这大便，这个凡是要冲的时候就冲不下去嘛，以前发生好多次，不敢在这大便了，出去大便，只在这小便，只能用这个小便，所以这个 apartment 一直过去两三年就是因为这个卫生间的情况是这样，那么这个 apartment 根本就没有充分的就是适合居住的条件，没有达到十分可以居住的条件嘛，因为不能解大手，只能解小便，不能解大便，在这里，所以就是 apartment 是 partly function， 基本上是这样。我还没谈到入室侵害、入室伤害的这一方面。入室侵害、入伤害，我大概几千条录像了那里。我现在昨天上网发现，查找到我的录像有6010条。我后来加了将近50条，它没有数字上没有反应，虽然没有变化。那么6000条里面至少有3000条，我保守的估计话有3000条是关于我的家里，我的住处被入侵，然后被故意弄乱、弄脏的情况，弄乱呐、啊，故意被弄乱，垃圾被放进来，垃圾放到我冰箱里，两层的冷冻室、冷藏室都放到我这个厨房里，厨房被弄乱，然后呢，垃圾放到我厨房里又扔掉的东西又被放进我，厨房的各处 ，living room 客厅的各处。小屋子的各处，说发霉的这种披萨盒子早就扔了好长时间了，又给我放回来；发霉的报纸扔了好长时间了，又给我放回来。那就仅举两个例子 ，OK？ 其他塑料袋到处给我扔进来，到处乱放，在我那个 living room 到处乱放塑料袋，所以反正总结到处乱把我的东西撒乱，故意的翻乱撒乱，看到没有？这里。故意翻乱撒乱，桌子底下、凳子底下堆的东西，故意加东西进那个堆，各堆的东西里面给我加东西，塞东西进去，垃圾扔掉垃圾给我塞回各堆的东西里面，一贯做这个事情，天天做，基本上是天天做。然后厕所给我弄脏弄乱几个方面我都谈了，浴缸帘故意抹的那种淤泥，所以抹的淤泥啊脏物那个东西可能导致了我这个皮肤的感染很顽固，买了好几种药的没有把它消除掉，你看到没有，没有医治了，这几个方面。卧室被入侵，东西被乱放，被移动位置，卧室的东西被移动位置，哎，床底下被放了什么东西，床底下、床边上，这个绿色瓶子我已经捡起来了嘛，我上次已经捡起来了放到一边了嘛，他又给我放下去，你看今天3月10号2019年，这些东西有的东西又给我放下去了，是不是9分10几秒、东西给我夹子夹到镜框上，我取下来他给我夹回去两三次情况，然后其他的衣服被弄，我都在另外的详谈了。衣服被偷出去改了，改了以后那个袖子左边绷得很紧，我袖子左边绷得很紧，好几件衣服，西服、大衣都是，两件贵的大衣，两三件贵的西服都被偷出去改了。改了以后，竟然是袖子，左袖子绷得很紧，这个袖子这个地方。就是这个三角肌的这个下面这个地方绷得很紧，现在不
现在这个衬衣不崩，看到没有？衬衣和里面的东西都不崩，和里面这个白色的这个 T 恤衫都不崩，就是穿上有的西服以后都给我改了。从那个买的皮夹克开始都给我改了，改了以后他又为了撒他的谎，圆他那么谎，又把我的西服啊、大衣两件大衣偷出去先后改了，几件西服有两件比较好的西服，深色的，都是深蓝色的，一件是皮尔卡丹，还有一件是 Stafford Price， 两件西服。都给我改了，改了以后这个袖子都这个地方就是左臂这个地方相当的紧绷绷的，就左臂这个地方紧绷绷得很紧，绷得很紧，就箍得很紧，绷勒得很紧。这是衣服，裤子给我弄烂，我都不想详细说了，扣子给我剪掉，衬衣的扣子给我剪掉，是裤子扣子给我剪掉，是反正是从穿的到住的到车的侵入，你说几方面了，我还没说食物的方面，就是犯罪伤害的各个方面，涉及到生活的主要几个方面嘛，衣服车交通工具行，吃的东西衣食住行，住的东西住的我不说了，天天侵入搞装搞脏搞乱，在几个生活的几个主要方面对我下手，长期的对我进行犯罪伤害活动，给他一一说一下。大概有，我保守估计大概有3000条左右的录像，都是有关，甚至更多，甚至比3000条录像更多的录像都是有关入室伤害的，那些偷偷趁我不在家的时候，趁我出去的时候，出去散散心啊，到海边啊，到那个其他地方啊，Florida 其他地方散心的时候，不是很远嘛，两三个郡以外那个地方，那100公里、100英里以内的地方，去开车去看一看，散散心呐、啊，怎么样？然后他们就侵入我的住处，他知道我在外面，大概1-2个小时不会赶回来，他就放心大胆进来侵入，有好几撮人呢、啊，至少3方。我估计保守估计有三个不同的方面的人，他们是不同的方面的人来侵入，趁我不在的时候偷偷潜入我的住处，对我进行犯罪伤害活动。我说的那几个方面，衣食住行这几方面，东西把我的东西偷出去放到我车里，车里东西偷出来放到我，他们开得快嘛，他抢到我前面，把我从我车里偷出来的东西放到我锁的家里面。等我回来以后看的东西在家里面，经常是这样，不同的物件发生好多不同的物件都这样。那我说的是3分钟了，还没说完呢，这个还有各个方面细节，我说到保守估计大概有3000条录像是有关于这个犯罪伤害活动者对我进行犯罪伤害的活动，通过这个在我不在的时候偷偷潜入我住处的犯罪伤害。我保守估计有3000条录像，大概有3000条左右录像是这样，可能更多。那6000条录像里面，可能很大一部分都是80%-90%都是有关这个入室伤害的，就是犯罪伤害活动者趁我不在家的时候，偷偷潜入我的住处，对我进行犯罪伤害活动的，大概有至少3000条到5000条左右的录像都是有关这方面的这个。偷偷潜入我的住处，对我进行伤害活动，14分钟。